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系列节目《那些年我们曾经背过的诗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《望庐山瀑布》是收录在小学语文教科书当中的一首诗，这首诗是李白在出游庐山时所创作的。庐山素有“匡庐奇秀甲天下”的美誉，位于江西省北部，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。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赞美的诗篇，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是最为家喻户晓的就是李白的这首《望庐山瀑布》。三千飞流九天直落，具有如此雄浑的气魄与不受限制的想象力，古今恐怕只有诗仙李白一人。他生平游历无数名山大川，非常喜爱庐山的风景。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李白的脚步，一起去欣赏庐山的壮丽景观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在《望庐山瀑布》这首诗中，李白将盛唐气度、诗人情怀和天造奇观融汇于一处，把28个普通的汉字化成珠玑。他所描绘吟咏的瀑布，正是今天庐山秀峰景区内的开仙瀑布。至今，每一个来到此处的人都会回想当年诗仙仰望他的那一刻。开仙瀑布是庐山最有名的瀑布之一，瀑布分为两股，东瀑在双剑峰和文殊峰之间奔流而下，由于崖口狭窄，水流散成数缕，形如马尾，因此又称马尾瀑。西瀑从鹤鸣峰和香炉峰之间的高崖上下落，悬挂数十丈，如同破壁而下，气势雄伟。当年李白浏览至此，仰观巨瀑如从天而降，心神激荡，触景生情，因而写出了传颂千古的名篇。事实上，除了这首家喻户晓的《望庐山瀑布》外，李白还有一首同名诗作，也描绘了开仙瀑布的壮观景象。据学者推测，这两首诗，一首是五言古诗，一首是七言绝句，体裁不一，内容也有一部分重复，应该不是同一时期所创作的。除此之外，李白歌咏庐山的诗篇还有20余篇，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完成的。那么，李白一生当中究竟几次造访过庐山呢？他为什么会对这座山情有独钟呢？在李白命途多舛的一生中，庐山一直是一个神奇的坐标。公元725年，25岁的李白仗剑出山，开始他大济苍生的梦想。他沿长江流域东至庐山时，被山中景色深深吸引，从那时起便萌生功成身退后终老于此的愿望。公元745年，45岁的李白南下漫游金陵，第二次游览庐山。这次他看中了庐山一处名叫屏风叠的地方。公元750年，李白携自己的夫人、清丽雅致的名门之女宗氏，第三次登上了庐山。从此，庐山成为李白夫妇共同的精神家园。然而，就在5年之后的公元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了，大唐帝国经历了一次致命的动荡。不久，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问世事的李白，携夫人第四次登上庐山。这一次，李白真的下定决心，他在庐山屏风叠修筑草堂住了下来，过起了隐逸的生活。谁料几个月后，镇守东南的永王李璘派使者请李白辅政，天真率性的李白兴高采烈地奉旨出山，却糊里糊涂地被卷入了宫廷的皇位之争。不久，永王兵败，李白背上了覆逆的罪名。幸而遇到天子大赦，李白才绝处逢生。经历了大难不死的狂喜后，李白再一次登上庐山。这一次，他以饱经风霜的心重新审阅大山，写下著名的《庐山谣·寄卢氏玉虚舟》。
在诗中几乎囊括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所有庐山美景。直到辞世，李白都没能够实现自己入世报国的愿望。然而他的性格和作品中那种豪迈奔放的风格，大济苍生的热情，以及浩荡山河的气势，却从未因挫折与困顿而改变。因此我们今天才可以读到《望庐山瀑布》这样璀璨的诗篇，而庐山瀑布也因为李白的颂扬而名传天下。庐山瀑布其实并非只有一处，而是由三叠泉瀑布、开仙瀑布、石门涧瀑布等若干个瀑布组成的瀑布群。从五老峰东去不远，有一座形如屏风的奇峦，这就是李白曾经结庐而居的屏风叠。在屏风叠下有一个深谷，著名的三叠泉瀑布便藏于谷中。三叠泉瀑布全长百余米，依山势分为上中下三级，瀑布之水汹涌翻腾，经两次折叠，从高高的山头凌空下泻，宛如一幅水帘悬挂长空，蔚为壮观，享有庐山第一奇观的美誉。因此自古便有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的说法。虽然景观如此壮美，但三叠泉瀑布却因为山路崎岖难行而长期不为人所知，直到南宋时才被一个砍柴的人发现，从此名声大噪。但真正能够披荆斩棘涉险到达的人并不多。相传南宋理学家朱熹曾经游遍庐山，却始终无缘得见三叠泉，只能够请人画了三叠泉瀑布图给自己欣赏。比朱熹更加遗憾的应该是李白，当年他的住所就建在屏风叠上，而屏风叠下便是三叠泉瀑布。然而李白却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三叠泉的诗句，这对于诗仙和我们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@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，是什么样的灵感机缘使得千古名句横空出世？作者究竟与江南瓜州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？诗句的字里行间又藏有诗人的几番思量与心事？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系列节目《那些年我们曾经背过的诗之博传瓜州》。